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光。今天我们要玩一款手游啊。大家知道我最近呢，这个手游游戏有一款非常热门的、无限弹跳球啊。大家很喜欢看我玩无限弹跳球。那这款游戏呢，是最近我在这个 FB 上刷到的一个广告。没有想到无限弹跳球竟然可以成为战斗力哦。就是我们在玩无限弹跳球，让它加进去的那个球数啊，不再只是比那个世界第几名了，而是可以化为攻击力，让我们的勇者往前进，打败这些怪物的一个力量啊！怎么玩我也不知道，太酷了吧！然后马上就下载看看这个游戏到底在玩些什么吧。然后它的这个界面很像那个哒哒特工啊，感觉搞不好是同一间公司的吗？哒哒特工那时候也是在学一些Steam 上很有名的游戏啊。那可能发现，无限弹跳球感觉还是蛮有人气的，所以他们决定做一个结合啊，看他这个创新到底好不好。那他这边有一个章节医生是吧？惊奇森林简单 ，OK， 我们来战斗一下吧。还觉得完全没有玩过的状态。Hi darling， 为什么是英文 ？Hi darling， 我好想你啊。No， 好棒读哦，我把声音拉大声一点。You will pay the price, skeleton.好棒毒啊！他是用什么 ？OK， 这边前面有一只哥布林，我们把它射死了。然后射死它可以获得球数哦。然后我们现在这边球呢，可以在这个地方三倍、四倍、五倍。OK， 完了，还行啦，还行啊，我六十颗可以购买哦，它。这个球数是拿来买东西的哦，哇哦！我先买这个免费购买暴击率，哦，哥布林啊，杀掉了。然后现在有这个四颗，看一下五倍没有很好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要242。好，这时候丢，有了，呵呵呵呵，超爽，直接给他64颗。可以还是免费购买，怎么那么爽、啊？攻击力加15%，50%的几率可以被敌人击中掉落球哦。没有，我先买攻击力加15%，因为它现在是免费购买，我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。哎呦，真的掉落两颗球，收集球可以来购买技能。好的，哦，5颗，方便。原来球不是战斗力啊，这可以弹跳往上弹，来弹起来，永动机。哎呦。还行，66颗，下一波攻势可以获得200%的攻击哦，击杀敌人后可以再次攻击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厉害，先买这个，就200%的攻击，我血剩85%了，你想要给这个游戏这个评分吗？不需要，问号，哇塞，完全是无限弹跳球哎，我们把这边丢。丢过来，弹起来，哦，有，拜托，我可是无限弹跳球的老手啊，67颗，我现在有216个这个钱币啊，暴击加100%，什么 miss 20%，应该是不需要啦，直接把攻击越强啊、哦，就是我们最强的防御啊 ，OK， 第五波，这个哦。这边57，如果这边是弹跳，这样弹上来一定很爽，赌看好了。啊，完了，不是弹跳啊！这边走572超爽的说，可惜。哦，可以了，还行，有个144颗来了，我看一下，暴击率增加 20%， 伤害减低 20%，40% 的几率可以攻击两次，我要增加暴击率。哎，我的暴击率哎，哎。啊，完了，82滴血，行吧，可以吧？小小哥布林，不要跟我说你打不赢。哎呀，可以，射死他！哇，好多球，有哎，10颗球，来，应该是打最后一关哦。BOSS 是这个100的血量，哇，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什么弹跳。我们如果赌这个是弹跳的话，应该会亏。24是6啊，好了，赌看，拜托。啊！亏啊啊啊啊！不能重来，可恶！那不能像无限弹跳球重刷。哦，音乐可以拉小声一点啊！太亏了吧！好了，亏了就亏了吧，没事，100点。
随机加三，我们加护甲吗？护甲好了，先加个护甲。我觉得，这是一般而已。Thank you, my hero. 又被抓，我们的公主怎么那么容易被抓？而且公主好棒毒，然后我们的主角也很棒毒，他们讲的竟然是英文哎，太好笑了吧？哦，不是啊，我们这边音乐怎么还是偏大声啊 ？OK。啊，这个震动可以打开啊！如果你是手机玩家的话 ，OK， 西部荒野 Go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第二关，哦，有15波哎，就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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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还好，还没打到我。好，我们第一波，第二波，哦，这个，相信我，弹起来就对了。呀、yeah ，这是多少？60颗免费护甲。每一波攻势起始的球速为加6，哦，这应该是很好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下一波攻击可以获得200%的攻击，这好像是每一开始不会是只有一下吧？不然我们先加球速好了。咻，可以，啊，完了，我们好像要受到攻击了。啊，我，打我一下死滴血，大哥很痛哎，好痛哦。打得完吗？我们读读看，七四问号，啊啊啊！哎，哦哟哟哟，可以，7+7 = 4，肯定是比较多的吧？有，哦，400多颗，呀，500颗，哦耶，爽啊！这个。575个，我们可以购买哦。击杀敌人，这个是金色的。好了，不然我们慢慢看，击杀敌人可以再一次攻击，感觉应该是蛮强的。好，哦，有了，还是有差啊。哦，会被敲死啊，完了，我需要补血。二，这样四。四倍，下面什么弹跳？有哎、欸，救我！拜托，我没有血了。哇哇，我的钱好像还行哎、欸，179，最大生命加100%，买不起，暴击率加20%。我觉得我先买这个好了，暴击率20。啊，完了，剩6滴血，怎么办？我要是死了，我。12可以复活，看广告，好吧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不要了，我们看完广告之后，血又回了100，哇、哦，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哎。这边就是345，等他过来的时候，到了，就是这时候啊，完了，兄弟，对不起，哎、欸、啊，抱歉，哎、欸，有点丑，168可以啦，168，吸血10%，哦，这个要买一下吧。吸血10%，哦，有，吸一下3滴，有哎、欸，早知道就要赶快点这种吸血流很强哎、欸，打赢还可以马上再打一次哦，有，哎，你敲我干嘛？哎，不会死，88，哦，来了13，我们要赌赌看这个吗？32弹跳，是不是？拜托，弹跳。弹跳啊，不是弹跳，不过哦，它落下来刚好有乘以4，也行，也不错。190，额外发射一个发射物，40%的几率攻击2次。嗯，我不是点了吗？还不会全部重来了吧？啊，不会吧？我的技能全部重来哦。怎么办？40%攻击2次，好像还不错哦。啊，没有，这是40%，我是那个只要打死敌人，他就攻击2次。那我觉得加这个好了，有40%的几率就直接打2次，再打一次。哎呀，都没有触发，他只有触发我的那个，就是打死敌人的那个。OK， 这时候丢，哎，不是很好抓哎、欸，你这个乘以2很难抓哎、欸，移动的有点快啊，大哥。哦。我们血量大于50%的时候，伤害加倍啊！
可是那我快低于50%嘞，怎么办？护甲加6，好啦，这个好了，没关系，我们总有一天会补血的。有了有了，再次攻击，哟，变强了变强喽！而且我们还会回血，这个应该很明显，只要这个是弹跳，我们就赚烂。好，不是不是弹跳，没有赚烂。可是其实我们丢524也没有比较好啊，对不对？363，感觉好像是354比较好，对吧？还是你们会觉得左边比较好？哦，你们有没有数学天才？我的还是有点靠直觉啊。攻击力加100%，直接翻倍啊！翻倍就哦60，哦哦哦哦哦，没敌人了，没敌人了，来来来来，我靠，哦，竟然是问号。读读看，进啊，不是弹跳，可恶哦！这边成语是也行，也行。哎，我有一颗球卡住了，兄弟，我有颗球卡住了。206 ，fuck， 弹跳加一弹跳，这是哦，弹反吧，把人家的攻击弹反吧。哇，我觉得额外发射物感觉还蛮不错的，这个额外发射物。哇！额外发射物等于打2下，额外发射物太强了吧！一开始就应该点额外发射物，真是的。哇！哦 ，OK， 现在来到27，这样是好像14倍，没有比较好哈。然后这边乘以6，6，6再乘以4，24。哦，好像是这边比较好哎，感觉如果是以倍数成长的话。对对对对，因为你这样二加是14倍嘛，然后这边是2再乘以3再乘以4，感觉应该会是234会比较好。哦，吸血再加10%，暂时应该是不用，我们放个弹跳看看，看他们打我会不会弹跳。哦哦哦哦，不是，弹跳是往旁边打、啊。哇塞，什么神奇的招式啊！哦，来了来了。注意，弹起来，永动机，永动机，涌起来，哇、哦，好爽啊！来了来了，赚烂喽！哦，这500颗吧，500颗，哇，500多啊，500多，好爽！哦，攻击力再加100，额外再加一个发射物，都很强哎，怎么办？再加100好了，他已经额外发射，哦、没敌人了，随便杀。来来来，哦哦哇！不要是捡的就好，不要是捡的就好，弹跳弹跳，弹起来 ！Yeah！ 哇、哦！还行还行还行，哎，他不能再弹2次，太可惜了，只能弹一次。209，吸血加10%，好，就吸血加10%好了，没什么问题。哦哦哦哦，加20%，超爽！再打再打，啊、这个。弹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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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弹起来！哇，满了，满了，满了，好爽！我们回到了那个超爽的无限弹跳球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没想到可以一款游戏，一款游戏玩两样东西，太爽了！一个是 roguelike 的冒险游戏，再加我最喜欢的无限弹跳球，4%攻击啊，这个啦，肯定是这个跟弹跳啊。我跟你讲，40%几率有点低，所以，哦吼吼，射3下，真的没敌人，真的没敌人，就秒杀，好爽啊，好爽爽，嗨，弹跳弹跳弹跳，弹跳弹跳，弹起来乘以6啊，这个好像不大好哎、欸，因为它这就一格而已，哦，下一波暴击加100%。那肯定暴击加100%，嘣嘣嘣嘣嘣，120，哇，好爽哦，双重享受。他的血竟然120，1000多块，1000多的血。我这边乘8，再乘2，这个6一定是没什么用了。就是这个时候，去吧！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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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不要淹到，不要掉下去，不要掉下去。这是8嘛，8在这边就16嘛，这边10，这样子加起来12，但不够啊。嗯，伤害降低，不需要伤害降低啦，暴击直接打烂他。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大哥，
大哥你好像啊吼，哦哦哦哦，我血回好快，哈哈，回血流，死吧！哦哇，惊险呢，好惊险哦！双倍奖励，那肯定要拿双倍奖励的吧？有嘞 ，OK， 我们现在来到第三等哦，我们已经来三等了。啊，他没有办法让我用钱去买什么东西吗？哦，目前还在慢慢冒险，然后我们继续打的话，过程中可能就会让我去解锁旁边的这几样东西吧。哎，各位，我们这一集呢就先拍到这里啊。我觉得这个游戏我后面肯定会一直玩啊。大家还怀念我的无限弹跳球系列吗？现在无限弹跳球竟然可以变成这样的玩法，实在是太爽快了啊！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种无限冒险，我们要叫什么？无限弹跳球之冒险游戏吗？拯救公主游戏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个赞，好不好？看我们能不能让这个无限弹跳球系列再起死回生哦！如果喜欢的话，点下订阅。喜欢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